其实我答应去看电塔设计运作的情形，也底部要有众人的人哦。从电塔躺起来过去拍，不过也是过项目的工作。过到从电塔毕业，如何详细可能谈论阿爸好的太爷也入到电塔来工作，值得讲几十年，如同电塔强下。我看到按照灯塔的模型了后，他是家己听董事长的看到，那真正的灯塔很完全用的。那记者就带他自家历史仔细看，他头前沿关金雄拍摄个灯塔地图，那都将灯塔的人给咱的想法，还有那灯塔很完全运作的。将灯塔的人员地图，他将旁小图，四六就替阿爸托灯塔做事。后因自动搞起安尼工作环境，后来没来将灯塔，到底还接近30年嘞。灯塔上班有一个好处，可以到处调来调去啊！我去过绿岛啊，像北部灯塔、台中港啊，我都去真一个。这个是比较好神奇啊，可以到处旅行一样啊，全台湾都跑遍了、啊。日日过日日，春景台北工商。他马达马固定式啊，比如说这一圈啊，20秒。大概开关运转的气压就代表贪污嘞。他做起某天的事，4点钟在上塔来进行发条，客厅灯塔才正常运作。他交通无安利片的年代，将灯塔的生活就靠某同外界接触到。将灯塔其他10年，冯奇先生看到三分人，看点完全统一应对，比外面好了。这样可以讲啊，这像工厂上班，哎呀，我们这比较哎呀，自己做弄。一些菜的事啊，这样子。将日头出来，日落山的时间，切腹又是开腹。他靠近无法睇的年代，无铁无卫生，透红内痛。见空气灯光啊，灼又是乌黑，那自然可以选安全啊，注意安全。客家新闻连金柱刘文辉突然报道。